现在新款的迷彩已加装啊，有六种颜色啊，不同的颜色，硬度比较硬的，虽然说是120克标准做的，硬度是超过30的，然后这个每个砖的色彩都是不一样的啊，每个砖的纹路都是不一样，有六种颜色，大家看一下，还是比较时尚的，还是比较时尚。对不起啊，办公桌上非常的垃圾。非常的乱，比较有气质吧，还可以，这是我们特有的色彩设计出来的，大家看一下，硬度很硬的，硬度比和一般180克的差不多，有的称的话是130克，有的称的话是120、110也有啊。